派经营天下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呢戴蒙说，美国的经济呢现在有40%左右的几率呢是会软着陆。不过他自己认为更大的可能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呢即将要出现衰退了，所以接下来有可能会迎接大抛售潮吗？不过日本央行的副总裁就说呢，在市场不稳定之前呢是不会再升息的，当然也带动日本股市呢在昨天又站回了35000点。当时日本呢现在是不是民众的日子真的苦哈哈呢？因为物价越来越贵了，很多的贫困家庭说呢真的不想要放暑假，因为暑假呢小孩待在家，包括伙食费呢还有水电瓦斯的这个费用呢也都出现了往上涨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一波股市的一个回档之后呢，到底现在的股债到底应该要如何来做配置呢？还有美债十年的报酬率会胜过美股吗？以及呢在金融股的部分呢，那么在今年呢前7个月五大金控的获利呢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了。可以看到呢在获利表现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这个时间点适不适合去存金融股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财经专家游廷浩，大家晚安；李博亚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大家好；资深分析师谢晨彦，喂好，大家好；投资专家超马巴乐，大家好。好，我们先请教廷浩，在今天呢台股是由全指股带头下杀的，好不容易在前几天又出现反弹，今天又杀回来，大家说到底是有怎样的利空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小摩的执行长戴摩说，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很有可能会陷入衰退，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没错，现在衰退论又再度成为华尔街的主导。可是你想想看，自从2022年以来，我们看到几乎每几个月市场上就会针对衰退的声浪重新的提出。不过呢过往来看，即便认为会衰退，也没有大幅影响市场上对于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的变动，也就是针对国债的做多。我们简单来说，现在根据现在各大银行针对9月份的利率预期，都认为大部分都是降息2码起跳。我们举例说，像美银的部分就认为会降50个 BP， 降息2码；巴克莱甚至认为会降息3码；花旗认为会紧急降息，甚至来到4码到5码都有可能。所以如果降息2码已经成为主基调的话，就代表着市场上的确正在 price in 衰退的可能性。是因为经济真的很差了才需要这样子降息？事实上，我觉得是因为股价跌，所以它才这样子了。但我们要具体观察到底小摩戴蒙所提出的这个衰退的隐忧存不存在呢？因为他目前，认为有40%的几率会软着陆，但是有更多的几率会造成衰退。首先看一下小摩到底本次有没有改变他的策略看法。基本上他从来都没有改变。从过去几个季度以来，小摩一直是标普百指数当中，所有投行当中目标价来得最低的。我们具体观察，如果是以今年来看，大部分投行给予标普百指数的目标价大概介在4800点到5000点左右，那我们都很清楚，今年是一度曾经突破所有投行的目标价。对，但是我们看到在所有目标价当中，最低最低的是谁呢？JP Morgan 预估4200点，从来没有调高过，所以小摩基本上本来小摩就看得很悲观了，他一路被嘎上来，现在也没有改变他的看法，认为标普必须跌回4200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戴蒙的看法有哪几个要点来值得留意。第一个就是目前制造业 ISM 目前来看仍然在46.8，那换句话说，现在就有两种看法。第一种呢是由于 ISM 制造业 PMI 目前处于50以下的紧缩格局，就代表着要么就是股价涨多了必须均值回归要跌下来，要么就是制造业 PMI 必须要往上走。而从目前的经济态势来看，他认为随着消费的疲软，制造业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大幅上行的，终端商品的带货潮没有想象中来得亮丽。换句话说，他承认的确可能 AI 伺服器上游端的资本支出在下，但他不认为下游端的 i16 AIPC 会卖得多好，认为仍然有很长一段距离，所以呢股价均值回归的可能性就比较高。这是第一个看法。那第二个看法是，到底我们看到影响过去一整周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结束了没有？我们都很清楚，之所以，曾经日股，一度两度熔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央的升息导致大量的资金平仓，要让日元回流到日本本土嘛。那现在问题来了，当时一度熔断的这些平仓量现在平完了没有？就是当时日元已经宽松了30年40年，大量的资金流入到美国欧洲市场各地，现在短短一周大家就已经把仓位都平仓都回流回去了吗？有可能吗？还是有更多人他要等更好的价格卖？因为当天台指期是直接跌停，你卖都卖不掉。
借日元的人他不可能 砍在阿呆股嘛，所以他希望怎么样，等反弹的时候，所以很有可能会持续呈现更显著的卖压。到底结束日元的平仓交易了没有，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再来呢，是属于就业数据的变化。虽然就业数据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失业率虽然现在已经达到萨姆规则，也就是这个平均失业率有上行 0.5% 以上哦，所造成衰退的前瞻指标。那戴蒙是认为这项指标哦，的确它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但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什么意思呢？就好像通常在股市崩盘以前，股市会先创高，在经济衰退以前，失业率必然会上行，它已经有经济衰退的隐忧所存在。但不是每一次的失业率上行就一定要衰退，没错，一定要崩盘。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这样做推敲，你就会发现哦，他说的每个利空，你某种程度还是可以解释成利多。比如说 ，ISM 制造业指数 PMI 在46.8，不到50。那从逻辑上来看，你是不是应该买在制造业低迷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买在景气相对没这么好的时候？如果现在制造业 PMI 是52、53，那你不是买了长期才会被套牢吗？对，第一个观察重点。那第二个，日元的套利，目前日央都已经释出非常明显的讯息了。对，因为市场不稳定，钱它不会再升了。那说明什么？只要未来它有可能提出升息，那市场随时都给你不稳定，你就可以停止升息了，对不对？所以目前来看，日央所释出的看法也相对和缓。那最重要的就是萨姆法则虽然发酵了，但是经济学家萨姆认为他这一次的指标有可能会失灵，来自于非农就业数据在飓风的影响以及海外移民的问题哦。所以如果我们以长时间来多做一些留意哦，最终你会发现哦，衰退景气扩张久了其实总会衰退，但是衰退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亚特兰大联准会最新所公布的 GDP Now 模型来做预判。过去它的误差值大概都0.2到0.3哦，几乎是非常准确的哦。那这一波在昨天，我们看到亚特兰大联准会把第三季 GDP 的季增幅啊，从2.5% 上调到 2.8%。过去一个礼拜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有这么多的经济变因，他把 GDP 给上调了。那基本上随着第三季我们确定哦，已经是正成长的话，就可以确保着要衰退哦，也绝对不可能是今年了。为什么？因为要衰退的定义最简单来看，是连续两个季度的 GDP 呈现负增长。负增长，对。那今年第三季已经正成长嘛，几乎已经确定了，所以衰退不可能在今年。所以市场上所有的衰退的预测都是在2025年。可是按照目前消费持续的支撑，基本上也是走到明年中旬左右而已啊，所以接下来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就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如果根本没有任何消费疲软的现象，联准会九月份又必然降息的话，那就说明着接下来的放水很有可能会刺激接下来不管是多头还是景气消费的持续繁荣。好，如果说2025年真的有衰退这样的可能性的话，那廷浩觉得会是比较轻度的一个衰退，还是说真的有可能会出现重度衰退的情况？没错，我们讲的轻度衰退跟重度衰退它有很多指标可以来做界定和判定，但我通常会直接用一个指标来做直接判定有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和通缩。就说有时候数据上是衰退了，比如说2022年，其实我们经历过衰退不过那叫技术型衰退。为什么呢？因为那是连续两个季度的 GDP 呈现负增长。可是2022年到底有没有造成失业率的大幅飙高？到底有没有形成明显通缩现象？没有，2022年反而通膨还很高。好，所以我们要具体了解到底我们讲的深度衰退会不会发生，就必须来进行回测。首先第一个观察的重点在于如果联准会它的降息是有办法刺激经济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由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有适度下滑了，有没有造成部分过去受到利率抑制的资产开始有所变动？比如说过去的房市因为高利率一直压在那边，那现在房贷利率往下掉了，这几个月美国的房市交易量开始有所提升。那另外一个从贷款需求来做观察，我们看到不管是汽车贷款啦、信用卡贷款啦，还是我们看到个人民间信用贷款啦，相对情况都比2023年中旬好很多了。它还没降息但是市场的利率已经开始逐步反映未来的降息，所以市场的借贷量反而在缓步的提升。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过去被视为 AI 有可能泡沫这件事情经过这一次的回调，泡沫也没这么大了，来到一个合理的位阶了。我们以大型股科技股来看你像是我们讲的七大科技股来看，在过去的本益比最高来到36倍，现在经历过均值回归之后，对，剩下27倍了，回到什么样的表现回到差不多2019年左右的位阶了。那更何况从整个标普百指数来看回到20倍，也比当时2021年的24倍下滑不少，还要更低。对，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成长，就市场上已经开始反映由于利率下滑可能造成的消费扩张。那第二件事情股市不像过去几个月看起来这么贵了。那事实上我们也必须了解
到今年为止，其实美国股市多数指数、四大指数都还是正报酬的。它只不过由于今年涨幅乖离拉得过高，做了一个相对大的回调。标普500指数从高峰到低谷的跌幅，今年最多是跌8%而已哦。所以这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就说今年如果是从波动振幅来看，甚至都没有想象中还要来得大，在美国股市身上是如此。所以接下来就要做一个预判，如果消费接下来没有在未来几个月出现急速恶化，失业率没有突然增高的话，那我们几乎就可以肯定。2025年中下旬有没有可能遇到衰退？答案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基期上的衰退，是属于由于过去扩张周期走太久，必须要适度滑落数字上的衰退。如果在今年九月就已经降息的话，就不是等到它衰退之后再来做降息。没错，很有可能它会帮助啊接下来的技术性衰退之后重新回到多头的轨道。我实在很难相信会马上遇到流动性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本年哦涨高之后做一个相对大的回调，但是最终到底能不能持续上行，我们可以观察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可是从亚特兰大联准会的 GDP 闹模型，它几乎已经肯定告诉你了，接下来第三季的数据其实并不差。好，刚刚田浩带我们看到，当然在近期呢，股市的大幅度的一个回档，很多人会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忧美国的经济是不是会出现衰退。但目前来看呢，一直到明年呢会出现重度衰退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并不高。但在之前的一个重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刚田浩也有提到，就是日元的一个升值影响到套利的交易。我们要请教冯总监，现在日央副总裁他已经说了，因为市场不稳定，所以呢他也不会再升息。那么现在的危机是解除了吗？其实日本呢这段时间是非常紧张。礼拜一哦，其实它就是在进行一个16吨的一个行情哦，因为礼拜一呢日股跌了4000多点，礼拜二反弹3000多点，对，又站回3万5。对，其实昨天的时候还在震，因为早盘的时候大概还跌了将近900多，将近1000点，对，没想到日央副总裁出来讲话之后呢，哇，日股就涨了超1000点哦。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呢？我们时间先看一下，6号的时候，在整个日股熔断之后呢，首相岸田文雄就亲上火线。呼吁投资人怎么样？要保持冷静啊！哇，这不得了啊！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国家的元首亲自跑出来，因为一天的涨跌出来跟你讲说，我觉得了不起，这个主管机关就已经是信心喊话，就已经很了不起。结果国家领导人都跑出来了，表示是非常严重哦。那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到，就是日本的财务省、金融厅跟日央呢紧急的开会，结果在昨天的时候，这个日央的副总裁哦。出来讲话，在大概在11点钟，早上11点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不会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进行升息。那所以目前的话是要坚定的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哇，这句话讲出来，让大家如释重负哦。那当然呢，日央的一个升息呢，到底恰不恰当呢？这时候就有人出来讲话，蛮多人出来讲话，为什么呢？大和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其实他之前是日央的一个其中一个官员哦。他前面还有一句话，我特别要讲出来。他说，在日央要特别尊重市场的经济跟通膨的一个状况，来进行升息或不升息的决定哦。其实他这句话就暗喻什么？你没有很谦虚，你没有很尊重市场的这个经济跟通膨的一个状况。因为什么？他直指日央的升息是。不当的，就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升息嘛。对，没错，他应该要等到看一下说美国的经济是不是衰退还是软着陆。其实呢，他这个真的升息不太，我个人也是觉得不太恰当。为什么？因为呢，他之前已经在用花了很多钱，很多兆日元在进行干预日元的一个动作哦。那其实呢，在美国的非农之前呢，大家都说非农是跟失业率是非常重要的，结果他没想到在。这个之前呢还宣布这样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造成全球市场的一个混乱哦，特别是整个套利交易的平仓的部分哦，所以呢，当然就很多人讲说它是一个非常不智的一个决定哦。那当然呢，牵动的市场的资金就很多，包括 MSCI 日本指数股票上周呢的卖盘扩大到多少？1.1兆。其实这几年的时间哦，日本都非常的努力，希望外资去买。那整个买日股的部分哦，但在整个巴菲特2020年开始投资日股之后，把整个日股的能见度给放大之后，国际投资人开始大量的回补这个所谓日股的一个部分，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呢，反而呢开始卖超日股的一个部分，所以呢造成日本政府真的是相当紧张哦，而且现在日股的现货市场已经接近怎么样抛售的一个高峰哦。如果这个套利交易持续的清仓的话，那可能日经225指数会跌到多少？
27,000以下，有人预估这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呢，也有人担心说，日股这样子是不是出现一个熊市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套利平仓交易会这么严重呢？当然跟日元的汇率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蓝色的部分是日元的一个汇率。什么叫套利交易呢？就是过去因为日本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很多人呢去借便宜的日元，对，去借日元，然后呢去买其他的一些这可能殖利率比较高或者是获利性比较高的资产，譬如说像美国公债或者是像美国股票，其实呢中间赚的价差都非常的一个大，但是呢在短短不到一个多礼拜的一个时间，汇率上的损失就有10%+哦，然后美股又杀，日股又杀，哇，全部都杀的情况之下，就造成了一个相当混乱的一个状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呢，华尔街反而把矛头指向日元，而不是针对美国经济的一个衰退的一个部分了。那当然，在日股大跌之后，还有没有投资机会呢？我觉得真的要像岸田文雄跟大多数的投资人讲的一样，大家要冷静。我个人认为日股还是有投资的机会哦。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整个来讲，好，日本的半导体的部分在设备跟材料的部分有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市占，所以我认为说，在辉达 AI 的产业连成一气之下，我觉得日本的半导体是比较有机会的。第二个呢，股神巴菲特哦。你看他13F 的报告出多相当多苹果的股票，可是他并没有出多五大商社。他之前买的日本的五大商社，他并没有在因为这一次这样的卖出。对，因为他在今年初的时候特别有讲哦，致股东信里面他有特别讲会持续长期持有五大商社，而且会长达多少10到20年。那巴菲特不是随便食言的人呐、啊，所以这个状况底下的话，看起来五大商社都还有成长的一个空间哦。所以呢，再加上日股目前来讲的话。就算之前有创30多年的新高，本益比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偏低的。那趁修正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投资人可以针对这些利基型的个股跟产业，可以去看一下日股的部分。不过在先前日元长期的低迷，大概说是不是出现了有输入性通膨的问题？就很多民众会觉得啊，东西都很贵，所以呢，他们现在反而不希望小孩放暑假，因为一放暑假，哎，开销就变大了。对，没错，这回到我们刚刚讲了大和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讲说日央的升息不恰当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之前为什么要长期的维持低利率，就是希望他们希望造成温和的通膨，然后让他们的一个经济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不要造成通缩的一个现象。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微幅通膨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日本的经济好不好？其实日本的经济是不好的。如果我们讲这个经济学上的 GDP， 第一个最重要的数据是什么 ？C 是什么？消费。但是日本人的消费呢，其实都是在缩的哦。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总务省哦有公布一个数据哦，因为物价飙涨的关系，大家都缩减支出哦。这个数字很漂亮了，28888啊，很吉利啦。但是对日本人来讲不好，为什么？因为这已经是连续好几个月陷入萎缩的一个状况哦。而且呢，你会发现到大家哦，省吃俭，日本人省吃俭用，省在什么地方？第一个省最多的就是修日房屋的这个修缮、还有租屋，也就是说住的越便宜越好。那房子可能漏水或怎么样，我就尽量不要维修了。所以在修缮的部分就大幅减少20%+哦。那另外来讲，水电瓦斯呢也减少了非常多，减少7%+哦。所以你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日本在夏天的很强调什么凉感，衣服要凉感哦，他睡的床垫呐、棉被啊都要凉感，为什么？这样就不用开冷气吗？对，没错，省电费。就是因为整个在消费的部分真的就是萎缩的非常的多。那另外来讲，暑假呢，现在暑假时间呢，对很多家庭来讲哦，大家也不受欢迎，不受家长欢迎，为什么？对，甚至有人希望不要有暑假，为什么？因为呢，小孩子在家里的话，他要吃啊，要用啊，要吹冷气啊，你还要陪他玩啊。这样子的话就花更多的钱，开销很大。所以呢，当然针对这个比较1800个贫困家庭做的一个调查，有高达90%以上的人都认为，就是说这个物价真的非常有感，对，整个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严峻哦。那有很多的家庭都认为，就是说有50%的家庭认为说，如果呢暑假再短一点点会比较好，不要放不要太那么长。那有33%的认为怎么样？没有暑假更好，孩子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对，没错，让老师照顾啊，他也不用照顾，也不用花家里面的钱，你可想而知，就是对日本的民众来讲，这个压力是有多么大啊。那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单亲妈妈，因为
7岁的一个女儿上学，但刚好这个学校没有营养午餐，所以其实来讲的话，他要准备更多的钱去帮他女儿准备相关的这个营养午餐的一个部分哦。可是呢，因为这样子呢，他又为了家计，那怎么办？结果他变得没有，在这个年纪来讲，他必须应该要照顾他的小孩子。结果呢，他就没办法，就为了家计呢，就不能够请假。那小孩就又变成怎么样？没人照顾。所以这种状况，我觉得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哦。那另外来讲，对日本的旅游哦，这个影响也是很大。我们常常在这个日本的也很多，斐云应该有去过日本哦，会参加所谓的花火节。我们在很多像柯南呐、啊、一些卡通影片，然后就发现他们穿和服去参加这些花火节，很慎重。但是因为现在物价太高哦，放烟火很贵，然后呢，消费大家又荷包又大幅的缩水，对，所以呢，今年呢，关东地区就有12场的这种花火大会呢。即将要取消哦、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埼玉县的这个草加市的这个花火节，它原本的预算是1700万日元哦，其实这以这个预算来讲，我觉得并不算太多，但是因为就是第一个政府的补助变少了，第二个来的人可能没有过去来的讲那么多，那费用增加的一个状况，他们有一个费用上面的一个缺口，因为大概都比过去增加了20%到30%，所以呢，我觉得很可惜，没有办法在夏日的夜晚看到这么漂亮的日本烟火，我觉得真的也是蛮可惜的。但这也是证明说日本的整个在经济的部分呢是萎缩蛮厉害的。好，刚冯总监带我们看到呢，在这一次日本央行呢宣布升息这个时间点呢似乎是不太对，当然一方面呢也造成全球股市的因此动荡，那么另外就是其实日本现在的经济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经济生活压力很大。不过呢，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我们要请陈燕带我们看哦，中国的经济到底好不好？对他们影响很重要的出口的部分，在七月是下降的。因为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靠出口在推动他们的经济成长啊。就我们看到七月份的出口年增率只有7%。那这数字多还是少？市场预估是9.5%，大家可能乍听七觉得还不错，但他们其实预估原本是应该有9.5%。那我说明一下预估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透过综合的一个观察跟数据的一个收集，我定出一个你可能的一个出口的年增率嘛。是，所以如果你比预估来的差，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当然这里面这个也是3个月以来最慢的增速，所以代表成长的力道持续怎么样再往下掉？这个我们之前谈过，但这里面。我们也不要觉得高兴，说哦，进口比较强啊，哦，7.2%啊，比市场预估好。那我们必须知道，当你进口一直成长，出口一直衰退，会不会变逆差？你没有收入，你一直在花钱，这到时候会有问题的哦。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出口还会持续走弱？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这天也谈了，比如说什么电动车、软体这些，你知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最早什么一带路那个我们不讲，我们就讲这一两年。靠什么让他赚到大幅度的出口钱？其实就是电动车。可是别忘了，美国的敌意已经出来了，欧盟现在敌意也出来了。欧盟都说：“哎，搞什么鬼啊？这个我们先刚开始，大家说哇，欧洲人很喜欢中国的电动车，其实会不会弄错了？现在欧盟也要调高它的关税，这问题很大哦，这问题很大。好。”那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这个疲弱的经济成长，我们再从一个数据来看，因为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石油需求国、石油进口国，对不对？好，那现在 EIA 去下调明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原因为何？是全球的景气问题，还是中国就占了非常重要的负面的影响？哦，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可以去搭上嘛。搭上，所以他们已经先看到中国明年会更不乐观了。所以我出口不好，我当然对石油的需求一定会降下来。所以明年需求成长会再降到只剩1.6%，这下就麻烦了。所以过去一直讲内外双引擎，可是你现在出口这一块的引擎慢慢要熄火了，你是不是要靠内需？可内需怎么弄？那习近平他讲说新值生产力，哦，这个新的名词我要背起来，万一以后考写不出来哦。那你看这里面，我就很认真的去看了，他就讲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哎，我发现所有的字就加一个新，就这样子而已啊。而且这些单字的意义，你不觉得差不多吗？你不觉得差不多吗？所以说到底，最后我一个结论，没有新花样了。我讲传统产业，
也出问题，就也跟着出问题，因为你不愿意投资源在他身上啊。所以传产也有问题。松下电器跟丰田算在这里面哪一个都不是嘛？新的新值生产力都不是嘛？好，所以现在也出问题。他现在这个浙江爱康斯能源集团，好，就是与松下这些合作嘛，哈。好，他现在说啊要宣布停产，好，然后呢要放假2到3个月。要求员工放暑假吗？第一个月你可以拿工资津贴，但第二个月就降到70%哦，然后还要自己付社保，反正很多的问题。那因为你不算失业嘛，对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对你也不能领失业保险金。好，那当然我刚才讲说，那你要带动内需嘛。对。那北京现在是说，我们来支持消费的20项措施。可是我问你，我没有钱，我怎么消费？讲了很多啦，你看特定的领域，什么餐饮啊、个人服务啊、网络购物这些，我们来支持他们。可是我们别忘了，早期你在推房地产，后来你在推科技，其实，受惠的都不是大多数的产业，都是少数产业。那这些产业比较特定的产业而已。那这些产业崩盘以后，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受害？那现在你推消费有什么意义？所以民众就说你对家庭完全是遗忘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先前我们有在节目聊过嘛，就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现在很多中国民众都有消费降级的情况哦。陈燕觉得你一餐吃到饱应该花多少钱呢？现在在中国竟然有出现这么便宜的吃到饱？其实节目结束以后我决定买机票哦去那边吃，我觉得一餐再回来应该是划算。为什么？20块人民币啊，吃到饱，台币不到100块。对，哦，那还有13元的碳水化合物吃到饱。哎，像很多吃到饱不是有什么面食啊？对啊，所以他这个吃到饱到底是吃些什么？也 OK 啊，也 OK 啊。吃到饱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然后你看这19.9都不是我一开始以为是美金，因为我觉得美金合理啊，13美金19，因为我常常吃到饱。现在吃到饱在台北随便都1000左右，都是几乎1000起跳，一千起跳。对，但这个19.9还有60多种荤素菜品可以选，这个很用心呐、啊。所以你看哦，他午餐晚餐的每天要招待超过1000位客人，哇！你那到底是餐厅的这个好意，还是真的因为经济的关系，我不这样子，我生意做不下去？那我问你哦，这样子可以经营的话，那米其林怎么办？就消费不起啊！米其林一星呢，直接就倒了，积欠贷款数百万，接近员工薪资无预警倒闭啊！然后这个是北京泰餐的一个天花板，叫做泰购，那直接就连通知都没有，一夜之间就停业了，就停业。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产生一些很诡异的现象，比如说应征员工的时候说不可以属狗啊。为什么？不可以属狗？那我小狼狗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不晓得。他说生肖属狗不行，他说什么会犯冲，这个没逻辑嘛。那现在毕业大学生越来越没有人要练，他跑去念职校，这都在反映一件事情，反映什么？工作不好找，工作不好找，消费持续降级。好，刚陈燕带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呢，现在经济依旧是趋缓这样的情况。不过现在大家也最担心，当然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真的经济出现衰退？所以市场呢几乎笃定在9月份应该会降息哦。我们要请教超马巴勒，尤其现在大家觉得可能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甚至有可能会一次降2码。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大量的资金是不是涌入债市？我在这个时间点进去买，是不是真的稳赚不赔啊？我想最近应该也有很多人看到，就像说投资界巨人先锋集团的一些说明。对，其实我会建议大家说，您在看很多的新闻讯息或一些投资的资料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内涵。就像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就是内藤真一说日本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他先不要降息，但他忘记是你哦，是先不升息嘛，他好像忘记是因为你升息造成不稳定的。对，所以说不是说哎、欸、你先干了这件事情，然后你大家冷静，然后呢之后当大家觉得一副冷静的时候，他突然又给你来个升息，所以说这个就代表我们在看新闻讯息来讲，就像我们刚回到刚刚所提到，先锋集团他在这一段文章他说大胆的宣称，重点就是那大胆那两个字。因为一般人来讲，大胆宣称感觉很有把握。如果他写宣称，那个新闻大家不会点进去，没有加上大胆两个字，而大家就会愿意点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所描述的这个论点的确是非常大胆，因为美债10年的投资报酬率会胜过美股。
对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本来还在半梦半醒，看到这个时候，整个人都大仙了。我想说，这是从哪边可以得到的逻辑？因为我们会想说，现在我们讲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会讨论到债券的投资，应该都是取决于说的联准会有可能要降息。嗯，所以说，如果在2022年。在那一段所谓的整个美国在升息的那个阶段，大家一点都不会讨论到债券，所以说只要你讨论到债券的投资，你一定会关注到所谓的利率的升降的一个变化。所以你从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得到，来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过去这20年，在2001年就是泡沫的那段，这一段过程中有降息，大概花多少？大概2年半。哦，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可以报10年。暴力升息的这一段也你的了，你这一段过程中，无论你赚多少，这段全部吐回去，而且一定还在倒亏。对。然后在第二次，在金融海啸这一段，从2007年的10月份一直到2009年的2月份来讲，这个大概是1年4个月左右，也是一样。在这段过程中来讲哈，哦，你一定会感受到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哦，债券市场，对，不管是债券本身、债券型基金跟债券型 ETF， 大家都是百花齐放。是。然后在这段过程中一样持平，但是如果你也一样报10年。你报了10年之后来讲，是不是等于是又全部通通都又都归零了？又吐回去。然后最近这一把是从2009年的8月份到2020年的4月份，大概只有大概差不多6个月、8个月左右而已。所以说，就我们看到目前看到的金融史，除非有隐藏版的金融史，我们没有看到。在金融史里面，你说债券的利，我们讲说那个降息有没有可能连降10年？不可能。如果说他连降10年来讲的话，我想那个应该不是只有某一个岛会沉了，那应该是台，应该是全世界很多地方大概会出大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在金融史上看到过所谓的联准会降息可以连降10年，那所谓的债券的行情能够连好10年，这两者之间的逻辑，我想说哦，所以说来讲，我说那个大胆那两个字用得好，因为他如果用他用了那两个字，我才会点进去看，看了之后我才说哦，原来他认为是说为什么看这么看，在最近这段，因为当大家看到比较近的一些讯息，你看到是说当很多的股市的不管是股票还是 ETF， 它的价格在大幅修正的当下，债券型东西都很，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从这里看到的是债券型的 ETF 表现得很好。在看了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有可能。不过在这个地方，以我们的认知来讲的话，你说在接下来，你把你的资金分配合理的比例到债券型的商品，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报10年，那你可能要回想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聊的那句话，就是说，日本不稳定的时候，我觉得不升息。但问题是，就是你升息才造成的不稳定。对，所以说记得这个投资的逻辑，你厘清一下，就是可以做一个债券型商品的布局跟投资，但是记得那一定是在一个降息的阶段，对，它才是有利可图的。好，如果说降息的话，这个债券真的有利可图，我要再请教巴勒，就是到底我要买的是长债还是短债？一般大家会觉得说，长债它的存续期间越长的话，可能对利率比较敏感，我可能比较大的一个价差可以赚到吗？就很多人会对于这个叫做所谓的那个存续期间，对这个火星文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但是我想，我今天各位你假设一个状况，如果说因为股市大家比较熟嘛，是当股票市场假设说一个空头落底，然后整个行情要起来的时候。你会选择买比较活泼的宏达电，还是比较买温吞的中华电？当然是活泼的、啊。对什么？因为那个叫做股性比较强。所以说，其实，在债券市场，我们也认知说，在存续期间，你不妨把它想成这个就是那一档债券型商品的债性，就是活泼一点比较好。就像说，我们今天出去跟朋友吃饭来讲，你希望你的朋友是一型还是 I 型？如果一型跟 I 型你不太理解的话，就问一下您的孩子。一型就是比较外放型的，I 型就是内向型的，所以你会希望你的一个聚餐、交友在活动过程中，你会不会希望他们都是活泼外向的？是，所以你现在在买债券型的商品，我也会比较建议，所以买比较活泼的、比较外向的。按照火星的专业文章来讲，就是代表你要挑的是什么？存续期间比较高的。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到这一点？是因为一般来讲，大家在投资债券型的东西，优先也会想到债息。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在选择的时候来讲，你会发现你的选择一错，你的最后的一个概念会差很多。我们先从这个叫做月配型的这个角度来看，各位可以从这个三档的月配型来看，你会发现以它目前的所谓的叫做约当的一个殖利率来看的话，945B 的殖利率是比较高的。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看到它的殖利率高，
一般人就是看殖利率而已，当然一定会选它嘛，对，而且它的整个殖利率感觉好像是不输高股息的 ETF， 嗯，但你会发现它的平均有效存续期间是 1.91 的，意思就叫做说它的股性非常不活泼，也就是说在 KT 里面来讲的话，它从来不开口唱歌，它基本上就当分母在那边吃东西而已来讲，你会觉得啊没什么不好，但是在欢乐的气氛上面它就少了很多，所以在选择上面，你看如果说今天拿下面的这个。8.0跟5.28，我想如果一般正常的投资人，他会十个大概有九个会说，我当然会选8.0的，殖利率高的啊。对。但是当你发现平均有效存续期间，也就是它的活泼的程度，两者的相差有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幅度我给各位一个数字，你大概就有概念。如果在接下来的降息的过程中，累积的降幅是3%，嗯，从5.25嘛，那降到大概2.5，大概假设累积3%，是对于。945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叫做推算值，降息降3%，它的净值大概可以涨5.7%，就是等于是你的价格本来是从10块，对，变成是10点，就是再多涨5.7%而已。但是如果是说你是以942来讲，它是不是14.69？对，14.69如果乘以3，对，它是这个数据存续期间去乘以3，对，就等于是说一个大概只能，如果说以累积3%的一个跌幅，那个降息的幅度来讲的话，他们这两者之间的净值，就是资本利的一个相差，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大，对，会差很多。就等于是你在这边，我一年输它大概是2%多，但是问题是你整个来算来讲的话，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只赚到利差，但是你的所谓的资本利得没有，所以这每一个都是一样。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挑高的利率，高的债息，你选择的都是属于那个平均那个存续期间非常低的情况之下，你到最后的降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真的拿到的好处跟你的期待感会差很多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来关心哦。现在金融股呢，获利表现也是相当的一个稳健。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适不适合再去买金融股来存股呢？我们稍后来了解。